是的，自从常常被赶出家门，我不禁在想，是不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姚。刚刚在开台的时候呢，有观众跟我说你去搜寻这个关键字看看，我本来以为大家真的都只是讲讲，结果没想到哇，这一搜寻下去好像有点不得了哦。我们来稍微看一下下这个关键字，其实不用我多说了吧，看到你们就应该知道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你知道吗，我在实况圈待了这么久哦，我一直以为大家就是随口说说，然后留言可能偶尔辅一下，或者是在直播的时候聊天室稍微讲一下，没想到你看这个标题有没有法 X 姚，你不会抛下我的对吧，春夏飞雨的胡思乱想，这应该是一个个人部落格。来，我们先打开一个分页来看一下，那这个先让它跑一下，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还有黑跟姚，欸，这个跟搜寻完全不一样的 CP 了，然后一样有被写成文章，然后这边有一个我会保护你，姚 X 法语文的成长，这些应该都是，对，都是一些个人的部落格。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写了什么齁，这一篇应该是我自己 po 的。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篇好了。天哪，其实我真的很不是很想念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好可怕，哎呦，这个个人部落该换的哦，这广告一大堆，不忧。这是消失已久的特别篇，很短，请见谅。各位好啊，现在马上为你送上可爱的瑶瑶和萌萌大法师。好，来，哪里？这里开始是不是？一阵清脆而响亮的铃声响起，划破了屋内的安宁。呜，在床上的男子张开了双眼，一只手豪迈的压下闹钟后，才又伸懒腰起身。哎，今天又是个忙到翻的一天。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始思索今天的行程，当然也顺便在心里 OS 骂了几句三字经，但最后还是认命的往厕所走去。花冰凉的水泼在脸上，使我脑袋又清醒些。等一下，这到底是哪一个？我都还不清楚这个躺在床上的人到底是谁。来，我们继续往下看。法师，男子诧异的喊着。哦，所以这个男子是我就对了。洗完脸刷完牙，男子又懒洋洋回到房间。对，所以这个男子应该是我。然后手轻轻摇了摇那睡死的人，然后又用温柔语气说着：“哎，起床啦，怎么啦？又被赶出家门？”是的，自从常常被赶出家门，我不禁在想，是不是分手对他比较好啊？来，我看一下，我又被赶出来了。我在想啊，你什么都不要想哦，还会反驳我呢？这个跟日常生活中好像有点像。他就是一个很会反驳我的人，你知道吗？我什么都没讲呢。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要抛弃我，对不对？哦，天哪 ，My God！ 可不可以先把影片打住，让你们自己往下看就好了？好啦，来，我看一下，小孩子气，翻个白眼。好好，你很欢欸，可是这么做也不好吧？这样一直被轰出家门，听到瑶又开始喋喋不休时，而且家里又有姐姐在，兔，哎，连兔子都出来了。兔子他为了成全我们俩，关兔子屁事哦！天哪，瑶似乎很坚持，不要为了他跟家人吵架的事。这边我们先撇开这个议题不讲好不好？如果跟一个人在一起，真的会伤到家里的和气，真的是建议不要啦。以前我不成熟的时候也干过这种事情，现在想想就很后悔，跟我妈道歉超多次的。好啦，你确定吗？坚持那么久，兔子打电话来了，是不是？想了又想，这样做才不会连累到你们两个，而且也不会。哦，天哪，天哪，天哪！我看一下，真的是越看越。我记得这一篇，我好像是完全没有看过啊。因为之前网络上虽然说都有，那我刚刚说没有想到会是真的，就是没有看过这么长篇的啊，你们知道吗？偶尔短短的，可能就是像留言那样子滑过去。好，我们来看第二篇好了，第二篇是不同的角色哦，这个部落格也该换了，这个广告那么多，不要用拉萨米亚雷雨视角030，我是不知道写什么啦，030。哎，黑雨，我要去买饮料喝，你要喝什么？我抬起看向他。抬起什么？你这句就很奇怪了哦。
可以抬起的东西很多呢，你确定你不要稍微修改一下吗？帮我买一杯蒸奶就好。说完就继续看向我的手机，啊，钱拿来啊！我又把头抬起来，啊，用水汪汪的眼睛看着他，啊，还要给钱哦！我撒娇似的说，啊，不然嘞，你叫一个人帮你买东西不用给钱哦，Oh my gosh！ 天哪，啊，哦，好难想象哦。到底发生什么事？之前那个2016还2017的时候，我还住在台中的时候啊，黑羽是真的有来我家住过啦。然后这个情况好像也真的有类似发生过啦，不过没有像这个对话这么的嘿，是他是真的就说，欸，你去帮我买饮料，然后就把钱给我了，没有后面这些勾勾滴的画面，好不好？哎呦，我看一下。好啦，我是黑羽，刚才跟我讲话的是姚，我们同居。欸，奇怪哦，现在是写文章一定要他妈标到同居就对了，不管怎么样两个人一定都要在同一个空间同一个屋檐下就对了，是不是？好，我看一下愚人节坏掉的桃子哦，18加哦，等一下，这篇要不要来个18加？我们先看一下他出版年月好了，什么时候？欸，20174月3号哦，到现在大概已经过了两年了，拜托，既然没有下文了，那就不要了，好不好？我们有办法看到这一个作者有没有写其他文章吗？他有没有可以点进去的东西啊？应该是没有。好，那希望就此打住，好不好？哎，欸，这边好像有，来，我们点进去看一下这位作者有没有写奇怪的东西，应该是没有吧？好啦，这个匹克邦我是没有在用，我不知道怎么样才可以看到他更多的那个哦发表，是不是？好啊，也没有贴文。文章吗？全部文章，后面应该是没有了啦，后面应该是属于他一些个人的创作。好 ，OK， 好，那接着来看一下最后一个好了，我有点不敢看你，你知道吗？越来越奇怪。前方有甜的糖果，请注，本人是文渣，请小心食用。风和日丽的下午，咬咬法师一同玩着创世神的极限生存。哎，这什么时候？2018年的7月13号哦，这天还是黑色星期五哎，有没有看到？那不就是在我哎，2018年7月13不就是在我生日前几天吗？天哪，啊，救命啊，遭遇怪物大军袭击时，法师放声大叫着，啊，救命啊，这个是他会叫的吗？这个比较像是我会叫的吧，还是其实都会？撑住，我来了。咬咬像飞似的奔往法师的所在地，退后，我来保护你。来，我看一下这篇好像还好，比较正常一点点，没有像前面那个什么同居有的没的，这个还是在游戏里面的虚拟二次那个叫什么二次元的情况下会发生的事，还好，好不好？这个看起来有没有？哦，又是广告。这个看起来就感觉像是已经他妈写到三次元去了，这个也很像，有没有？啊，这个文章先让它回到一开始的样子好了，我也忘记我点了几页了啊。这边，好 ，OK。然后我看一下你有没有怎么样。怪物清除后，咬咬立刻转身确认法师的情况。明明你身上的伤最多啊，原来创世神看得到身上的伤有多少，是不是？啊，有啦，被射箭的时候啦，射箭的时候身上就会插一堆有的没的啊，不然其他被咬好像还好。两人沉默了一会后，咬咬开口说了：我一直在想，为何我要奋不顾身的保护你？有吗？我不是都一直骂他吗？看到怪要打，不是跑。听到咬咬话后，法师也感觉到他的心痛了一下。咬咬停顿了一会后，说出了：“啊，是我说的！天哪，我不要闹了，好不好？可不可以后面……哦，后面不要看下去好了啦。好啦，目前看到好像就这几篇啦，下面好像就没有了。剩下的应该是就是没看到，没看到就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好不好？”喜就是还好我没有看到他，忧就是会不会其实没看到的反而才是最劲爆的。好啦，如果大家真的对这些文章有兴趣，我已经提供给你们管道了，就是打个关键字好不好，很容易搜寻到，超级容易。哎啊，当然不要跟我说什么要我把它全部念出来之类的话，我觉得我录这一集已经牺牲很多了，这些文章我都已经念了 50% 以上了，好不好？你如果想看啊，你如果是我的观众群里面少数的女生，又是少数的腐女的话啊，你就自己去搜寻，好不好？我实在没有办法很完整的就这样子一路畅通念下去。
好，今天先这样子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收看啊，表决一下好了啦。第一篇是这个，然后第二篇是这个，第三篇是这个，你觉得哪一篇的文笔写的最好啊？下面留言啊，我不会理你们的。好啦，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大家拜拜。谢谢您的观赏，还看得开心吗？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 GP 哦，也欢迎按赞我的粉丝团，锁定我更多动态。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拜拜。